在英国时间的9月6日，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呢就会见这个新任首相卓维斯。卓维斯呢亦都是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在她在位70年、所任命的第15个首相。第一个呢就是丘吉尔。统治英国70年的伊丽莎白二世是英国史上在位最长的君主，亦都是中去历史上我想都算是在位最长的一位君主。香港人对英女王我们跟她很亲近的，尤其是我们这代人，你想想他在位70年，即是我们如果现在歌功颂德的话，就是他集披三代香港人，即是他的恩泽是即是被三代的香港人，三代的香港人是受他的恩泽，可以这么说。你可以说我们恋籍，你也可以说我们汉奸，那事实真的是这样的。香港人叫他做士头婆，这个多亲切呢，而这个士头婆不是贬义来的 ,OK, 是吧？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即是他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喂，你在 Facebook 又好，其他社交媒体几乎是洗版的，全部都是正面的，是吧？那当然啦，梗有些所谓蓝丝或者那些亲共的，或者那些民族主义上太头那些人，就大大不以为然，认为香港人是乱籍。但是为什么你不检讨一下，喂，我们见到习近平和见到即英女王，是吗？即完全是即南言北切的态度，是吗？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是一个极权统治的独裁者，是吗？他虽然是皇帝，这个是君主立宪的国家，是吗？是民主的最古老的民主大国，当然他以前有很多殖民地，是吧？但是随着那个时代的发展，喂，一早已经去殖化了，是吧？如果你说民主国家典范，我所受的历史的训练或者我们所受的思想训练，100%就是英国，是吧？这个是民主国家典范，是吧？所以香港人怀念英女王，是吗？因为英女王虽然她喂都高寿啦，奇寿啦，享奇寿啦，96岁，是吗？大家都不会 surprise 嘅，即系佢嘅离世，大家唔会 surprise。但系系不舍咯，点解香港人会不舍咧？系吗？当然有啲人话：，你唔可以代表我，我唔会代表你嘅 ，OK， 系吗？咁但系绝大部分香港人对呢一位英女王系冇恶感嘅。英女王在她在位70年期间来过两次香港，一次就是1975年坐这个慕年夫人号横渡维多利亚港，在中环皇后码头登岸。皇后码头呢就是在这个所谓香港主权移交之后的11年，是不是就被这个即特区政府就拆了，很多人去示威，包括小弟在内。第二次来香港呢就是1986年，当时即欢迎他的那时的港督呢就是尤德爵士，对上一次75年呢就是麦理浩。麦理浩是香港人最怀念的一位总督来的。英女王在86年来香港，那次呢就在红磡体育馆就有个女王访港青年精英大会演。英女王和她的夫婿菲涅亲王呢就去观赏这个女王访港青年精英大会演。在同一时间差不多前后呢，他都访问中国大陆，那时候就见过邓小平。英女王给香港人的印象，我刚才说是非常正面的，所以现在大家都很怀念他。至于是不是恋籍，或者为什么会，即当然我们不会承认是恋籍，小弟过去即年轻的时候是反殖民地主义的，是不是？但是事实上
即係有比較先揾到個真相。喺英國人治下，係咪？佢係為香港係咪樹立一個第一政治上一個十分即係有效率嘅民官制度，係咪？你所有嗰啲所謂精英係咪入得香港政府嗰啲係咪？佢就喺呢一種咁嘅所謂有效率嘅民官制度底下去服務香港人。當然由頭至尾都冇民主政治噶啦，幾乎係到咗即係呢個中英談判之後，係咪？即係聯合聲明簽訂咗之後，先開始要去推動香港嗰個民主發展，係咪？當然我哋即係好似我哋呢啲比較偏激嘅人啊，或者我哋即係爭取民主比較激進嘅人，當然認為英國人咧，即係其實佢係欠咗香港嘅，係咪？如果佢可以喺九七之前就已經有一個所謂全民普選，係咪？咁九七年之後可能係另外一個面貌都未定，係咪？咁但係大家比較之下，你就會發現，喂，英國人統治香港嗰百幾年、一百五十幾年，佢係要將一個小即係小漁港變成一個國際大都會，一個國際嘅航運中心、國際金融中心。仲有佢冇民主政治，但係由於有一個獨立嘅司法制度，有健全嘅法治，令到香港嘅人權自由可以得到保障，係咪？特別喺1967年之後，政府嘅施政以民意為依歸，嗱呢啲都係事實。但係香港喺1997年7月1日逆次之後，係咪？香港主權移交之後，香港呢20多年，係咪？所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係咪受到扭曲、走樣，係咪？到咗習近平做呢個總書記，喺2012年開始，就慢慢收緊對香港嘅嗰、那個，即係香港人嘅人權自由。2020年7月1日呢、這個港區國安法頒布施行之後。香港就由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變成黨國體制、極權統治。為大家比較之下，特別係呢3年疫情同埋嗰個黑暗嘅政治打壓香港人嘅人權自由，係咪製造咗香港有史以來最多嘅政治犯？年青嘅政治犯仲要佔多數，係咪？呢啲都係共產黨喺香港呢20多年嘅劣跡。所以而家英女王離世，香港人喂，即係諗翻以前，特別我哋呢代人係嘛，諗翻以前，再睇下而家，懷念英女王就緊㗎啦，係嘛？如果話呢個叫做戀籍，咁咪戀籍咯，係咪先？係嘛？咁一比較之下，嗰、那個殖民地統治，當你話係殖民地統治係嘛？我都寫過很多文章，這個是殖民地統治，就是一種擅專政治、專權政治。你是極權統治，就更嚴重。香港人懷念英女王，有什麼奇怪？最後呢，我就想將兩位香港人在女王離世之後寫的悼念文字呢，在這裡聲演一下。兩位朋友咧都係個意識形態係南轅北轍嘅，咁當然咧佢哋都有互動交集嘅，就係喺一個節目度，商台節目叫做《光明頂》。咁一位咧就而家身在英國嘅才子陶傑，咁佢喺 Facebook 咧今日就 po 咗一段懷念英女王嘅文字啊，咁我喺呢度咧將佢其中一段啊，即係同香港有關嘅咧。我在这里即是声演一下。那么陶傑在这一篇文里面这样讲，毕竟伊丽莎白二世是陪伴三代香港人长大的人，他的名字不但与香港的一座医院同在，在香港人的记忆中，这张不老的面孔如同昼夜，是海港的一盏灯头。纵风雨悲欢，情悔无度，
那许多年罗湖的铁丝网，流浮山的泥滩，他的徒弟飘扬家有一片多难民的南国。在边界的警岗里，在入境处的柜台后，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登岸，他只是女王，他不是帝王。看见他的容颜，才惊觉元首的肖像。从来不自称伟大，不必你赞颂膜拜，原来可以有如此不一样的人性内涵。从维多利亚到伊丽莎白，如此长久又如此短暂，总觉得亲慈的他，广垂沙般游海如长夜灯光的眼神，那么远又那么近。引述完毕。另外一位呢，就是刘梦红，咁佢写亲文章呢，都一定是署名荣休全国政协。咁呢位荣休全国政协今日就写咗一篇文，叫悼念英女王。咁其中有一段呢，就咁嘅，即係同香港有关啦。我讲吓，因为佢呢篇文有啲又讲佢见过边个，即係见过呢、這个即係趙紫陽啊、胡耀邦啊、江澤民啊，咁啊見過啲中國國家領導人啊，邊幾個？咁呢個唔重要嘅。咁其中一段咧就係講佢嚟香港噶嘛，咪佢偷渡嚟香港咁樣做香港人，咁對英女王逝世有啲咩感想咧？咁樣，咁我引述佢其中嘅一段啊。本人1973年來港，恰好有一半時光生活工作在回归前的东方之珠香港，那是一个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年代。当时我由一条泳裤起家，由一个土瓜湾山寨厂杂工做到观塘工业区的工厂厂长，再由期货界一名营业代表到自立门户出任董事总经理，写出被网上评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五本经济著作之一的《期货决胜108篇》，出任广州市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团成员。实践证明，那时只要你努力奋斗，无需贴什么政治标签，总有公平的机会让你出人头地。饮水思源，总不免对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势头和给予公正客观的正面评价，仅以素言表达对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陛下的深切悼念和崇高敬意。引述完毕。今天的节目特别节目就到此为止，多谢大家，拜拜。